在正在下雪中。2014年4月17号下午2点30分。我们现在从盖茨峡口一直往布伦湖口，现在在飘雪当中，所以地下算是雪雨吧。路上是比较湿的，所以天气比较冷的，所以下雪的话会更冷。所以行车速度要更慢，安全第一。左手边这个叫盖茨河，在盖茨河的流域呢，一直从帕米尔高原一直沿流到整个喀什市的部分。雪大了，好上面。矿石上面都是白的。上面就下来了。哇，让你们洗三温暖的哈。对呀、啊。嗯。洗一洗。这个山上真的气候多变。对。预测本来没有说会下雨的哈，下雪。习惯了，没错嘛。没错的。现在这个不是雨哦，这个是雪呢，雪才融化的。是吗？那个雪它还没化掉呢。哦，是啊。哎，刚好又听这首背景音乐。这是我的团员，大家都兴奋。2014年4月17号第一场雪被你们看到了啊！外面会很冷哦，等一下衣服哦，全副武装哦，就是把所有曾经带来衣服全都穿在身上哦。外面的温度会下雪又，这是像下雨雪，会很冷哦。现在时间1437。先暂停了。